哇！立马进化，我要变成 NK 了！哇！哎，他进化居然是用这个，哎，没有 BGM 有点可惜啊！你这最起码来一个钢铁的 BGM 嘛，是不是？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，不得了了！各位看见我身后这颗球在旋转了没有？这颗球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，就是漫威模组哦。看到影片收图，大概也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吧？哦，那这个呢，漫威模组呢，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有了。老头为什么迟迟都没有把它安装出来拍给大家看呢？原因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呢，这个漫威模组呢，它是需要经过授权，你才有办法使用的。所以说呢，你当光是直接订阅下载下来，你进来这个游戏。即便是你放上了漫威模组，你也是没有办法使用的，它会跳出一些错误讯息之类的。那为什么需要授权呢？这可能就是变成是说，有些人辛辛苦苦做的模组，就被别人拿去滥用或是干嘛之类的，所以说才需要经过授权，可能才可以借由获得一些保护之类的吧。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不过呢，据我自己。去观察这个方舟工作坊里面的一些生态哦，渐渐的，好像就是变成是说，这些模组授权是需要靠一些金钱的往来，好才有办法获得。其实说实在的，好也有好也有坏啦，原因非常简单嘛，你辛辛苦苦做的东西，然后呢，这是你个人的模组，你要拿去贩售，其实这也没有说不行吧？对啊，除非方舟的官方说这是违法的行为，或者他们觉得这不行。那这个就是真的不行，但是呢，方舟官方好像没有制止这样的行为，所以说我觉得贩卖模组这一件事情应该是没有什么好吵的吧，除非你是盗用别人的模组，然后再用别人的模组来进行另外一个贩卖，我觉得这样就是不对的行为，好不好？最近呢，这个方舟的这个工作坊真的很多类似的东西哦。什么环太平洋需要授权啊，或者什么诸如此类的，那到底好或是不好呢？我觉得这就是由各位自己。去看的这个，我是没有，应该我说保持比较中立哈。这个东西说实在的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好还是不好，因为我完全不了解方舟工作坊里面的生态到底是怎么样子。我只是觉得这个模组很帅，下载下来玩而已，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呢，来看一下这个工作坊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。老头呢自己有上来看一下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工作台放出来之后呢，很好笑的是，它很多一些方舟道具，也放在这个工作台上面。只有英雄这个部分呢，是完全独立开来的。那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你这个神盾局的这叫什么名字啊？神盾局工作台，就直接把英雄放上去就好了，干嘛还提一些什么导航副手什么之类的？他可能是想要直接充当工作台一起使用吧，感觉好像会比较方便一点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呢，这边你会看到很屌的克雷多斯居然会在这里面，超厉害的。然后以及就是会有这个应该就是战神三代里面一只飞毛腿吧，嘴炮王，嘿，这个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？然后这个一个神力女超人是不是？这个应该是神力女超人吧？抱歉了，漫威有一些人物我不太了解。如果说错的，欢迎在影片下方指正我一下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无限宝石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谁啊？无限宝石自身产生的意念体，怎么感觉现在很屌？然后这个就是反浩克装甲。然后呢，这个呢就是类似像刮刮乐彩蛋吧？你看这边我抽了一件裤子，法师长裤。这个应该是奇异博士的裤子啊，然后我穿上去之后，我整个身体会不见哦，我觉得超屌的。反正就会你会看到这边也会有灭霸啊，然后这边也会有黑蜘蛛人啊、黑寡妇啊什么之类的。这些东西呢，待会可能就是会把玩一下吧。然后我后来发现啊，这个工作台里面这些，工作台这些这个英雄呢，算是少数哦。还有剩下的一些工作台的，不是，还有剩下一些英雄哦，好像没有出现在工作台里面，这必须要靠 ACN 召唤出来。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哦，你会发现英雄的部分其实非常的多，有钢铁侠，有浩克哦，灭霸、雷神、史氏以及黑蜘蛛侠啊，这个是工作台里面有的，但是
钢铁侠跟绿巨人浩克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、啊，哎、欸，他可能就是刻意要把他隐藏住吧，什么诸如此类的。然后那么战神克瑞托斯，哎、欸，这超厉害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稍微来把玩一下这几支漫威的英雄人物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第一支应该就是先召唤出我最喜欢的，好不好？把我最喜欢的这个英雄人物给召唤出来，就是我们的钢铁人啊。好，钢铁人呢，一直是老头心目中的一个。喜欢的英雄哦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钢铁装甲就是真的超屌的哦，我很喜欢，但是呢，我只有看到钢铁人二而已，半吊子的粉丝哦，对不起，我的错哦，说真的，电影比较没有什么时间看了，没关系，总而言之，这还是我喜欢的英雄哦，因为少啰嗦，我们召唤出来看一下，哦，有了，哎呦，直接就这样出来了，哇！哎、欸，真的是模组这样子直接做出来、欸，真超酷的。然后这个血量是已经逆天了吧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五千五百万，那这个没有什么人能够打得赢你啊。然后这是怎样？改装成 MK 50哦，需要这些材料就可以改装成 MK 50哦。我们等下来改装一下好了。来来来，哇！化身成钢铁侠，哎呦，很可以哦！哦，那边就来了一只精英迅猛龙，是想要来杀野吗？我们看一下我们左键攻击力。哦，进入什么东西都没看见，然后就死了，实在太逆天了吧！我的天啊，右键，哇，一个右键我是要崩了是不是？我靠，吓死人了，太扯了，这已经是逆天的存在了。我跟你讲，有这个模组。这个模组一出来，大家都不用玩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剩下去多少？4亿1300万。然后 C 键跟 X 键，哎、欸，没什么功能。哇，而且他妈还飞超快的。好，目前这个右键跟左键呢，攻击距离应该是挺广的、哦。我先把这关掉。好，很可惜的是，它没有什么所谓的飞行音效，但是我认为这个模组的完成度还蛮高的，我还挺喜欢的，就是了。好，我还蛮喜欢这个模组的完成度，而且它降落的时候会有一个钢铁人降落的那个起手式，来试试看。砰！哎、欸，怎么没有？哎、欸，刚刚不是有吗？再一次。怎么没有了，哥哥？哎、欸，刚刚明明就有啊！如果想要看的，自己去倒带哦。刚刚是有，是有啦，但是用不出来啊，再一次。帅气落地啊！算了，不给帅气落地，算了，不给脸。而且重点是他可以边移动边攻击，你看这么逆天！哇塞，来看看，力量宝石十个，漫威币10000啊！力量宝石、漫威币、灵魂宝石8个，我们直接就召唤出来了，懒得打了，浪费那么多时间，随便。然后再来就钢铁侠的召唤嘛。钢铁侠召唤哪里？英雄找到了，钢铁侠好像要10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拥有这些材料呢，可不可以让它进化？应该是可以的，来试试看，丢进去，然后再给丢进去 ，OK 了，进化应该是不会崩溃吧？哇！哇！立马进化，我要变成 NK 了。哇！哎、欸，他进化居然是用这个，哎、欸，没有 BGM 有点可惜啊。你最起码来一个钢铁的 BGM 嘛，是不是？哇！终极进化，哇，死给，太强了。啊，到底要不要进化？都已经落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前面看起来很威猛，你看到下雨了，要回家啦。哇！有声！我靠！那个已经打到负了、啊，哎、欸，这好帅哦 ！NK 50形态的好帅哦！我天哪、啊！我怎么感觉我变得更小只啊？哇，超级会飞！我天哪、啊，左键！哇，连尸体都不见了，那个小伙伴跟着出来射啊！负的，这怎么玩？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What？ 再一次，多利鲁。漫威电影里面有这个东西吗？
欸，其实说实在，漫威电影我只有看前面哦，后面是没看的。那个什么，复仇者联盟3我是没看的。那有这个东西吗？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怎么会有斗笠日啊？斗笠日！我靠，这个伤害，我的天哪 ！C 键，我操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恐龙会灭绝了。大概能够感受到恐龙灭绝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会灭绝了？真的会灭绝啊！恐龙会灭绝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太扯了，真的太扯了，不是我要讲。他还可以再进化吗？不行了，这是他的最终形态，他的最终形态。哇，那这样子浩克不就可以进化成反浩克装甲吗？那不是超屌的，我靠，这个帅到一个不行，我的天啊。哎呦，各位有没有看到落地啊？终于让各位看见了，啊，只是没有声音。整体下来，我觉得模组做的还蛮棒的，哎，只是音效的部分可能就稍微弱了点啊，我觉得音效的部分挺弱的，就是了。然后之后石头不能撞，哦，有点可惜。如果可以撞的话就帅多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召唤跟我们自己对等的钢铁人，好，来试试看到底谁输谁赢。我觉得我应该被秒杀，欸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我会被秒杀的感觉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这时候我们就直接用召唤野生的方式，钢铁侠第一阶等级1。哎，看见了，各位看见了没？他血量多少？才45000而已啊，其实还蛮弱的。哦，蹦一下就消失了，怎么那么烂啊？我们的钢铁侠怎么这么的脆皮呢？让我有点难过。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只钢铁侠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有点可爱耶。Q 版钢铁侠可以抓吗？我们看一下，野生的也，欸，可以抓耶，把他打死。啊，消失了！哎，欸，怎么会有这么 Q 的啊？好 Q 哦！哎，欸，这个我觉得不抓不行了。我们把这只 Q 的家伙抓一下好了。哎，我故意把他射晕。哎，哥哥，为什么我骑上去之后我就整个会掉到地心啊？我天啊！啊，算了，这样也行啊。哇塞，射不晕！这叫我射不晕，好，我先把他弄死好了。看来感觉没得打了，各位没得打了。我还以为可以敲一下说，有点可惜。来，那我们就强训了。这个可以来强训一下，好，看他可以干嘛。来，这个家伙，欸，这家伙也可以骑耶，欸。What the fuck！ 我靠，这个实在太好笑了吧！移动速度他们也超快，哇，伤害，哇，为什么后面伤害这么高啊？前面伤害很低，说右键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尿尿是不是？棒流啊！我要杀遍整个方舟！靠腰被撒到直接死掉，我怎么突然觉得这个子弹有点像是那个昆朵罗啊？而且他只能往上撒，这到底有没有伤害啊？打大型恐龙没伤害啊？有啊，打到直接死掉，欸，哎，哇，行哦。C 键是什么 ？C 键没功能，飞起来了，干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？哦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好，我觉得行。为什么我突然看见他的背影，然后以及他的侧面，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警察战警，欸，警察战警吗？还是叫什么？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是不是叫警察战警？就是本来是人类，后来因为一场事故，然后变成机械战警啊，警察嘛，对不对？好像这边是霸王龙，欸，颜色不错嘛，行嘞。直接死掉了，好了，吼吼都还没吼完就先领便当了，有点可怜，好吧，
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哦。这钢铁人的种类还蛮多，我还蛮喜欢的哦。我们下一集再看看介绍一下我们那个什么反浩克的钢铁人好了，好不好？OK， 那么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漫威模组再见面啦，拜拜。